这才是重，这才是教会存在的目的。所以上尾伊讲一句话，三十二节，上尾伊讲，因为伫锡安山，甲伫耶路撒冷没有逃脱的人，照耶和华所讲，伫村的百姓中，没有耶和华所调的。伊在讲啥？不是所有的犹太人拢得到上帝的欢喜，不是。咱看历史就知，北以色列去予亚述帝国灭掉，南犹大去予巴比伦帝国灭掉灭亡。现在这些犹太人、这些以色列人拢去往哪？掠出去。各位兄弟，灭亡。以色列甲犹太国这两国内面，所有犹太人拢歹人吗？敢是？内面拢无迄个坚信上帝的人吗？一定有诶。啊，敢是因为遮个坚信上帝犹太人，因拢有相信上帝，所以伫国家灭亡的时阵，因无代志。唔是啊，是一个群体做伙灭亡，一个群体做伙去用掠去。啊，毋过上帝纪念所有瓦克伊坚持伊信仰的人，所以伫讲伫村的人中间，一定也阁有亚花所调的。所以伫整本旧约先知书里面，拢有一个介重要的观念，叫做渔民村的一人，这人村落来，无论拄到甚物款大的风浪。大的患难困难，这些人村了来，是怎样叫这些人叫做渔民？这些人两种，第一种是对头到尾，依其对上帝信心的人，第一种；第二种是虽然失落，虽然有做歹，虽然无信上帝，不过在患难中，因知影通回头，通悔改，坚信上帝的人。这拢是渔民，拢是上帝所接纳的。伊讲，伫村的人中间，一定有亚花所调的，所选召的人。看下这，国天教会，咱这下的几位是不是渔民？是不是啊？爱有这个把握，我们是上帝所选召的。啊，咱若是上帝所选召的，各位兄弟，我们有一些责任要去实践。咱有一挂德质爱挖出来，咱有咱的气质爱挖出来，咱有咱的责任爱去 fulfill， 爱去实践。唔是，千万不要想错了，不要想说，因为我要做这些事情，这些事情以后才是成为上帝所选召的，不是，是倒过来想，是因为各位兄弟，我伫遮。这确定跟您讲，因为上帝选召您，因为上帝已经选召你们，所以你们要做。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，上帝才选你，是因为上帝已经选召你们。上帝跟您拣出来啊，所以拣出来的人，您得活出上帝所欢喜的款式。各位兄弟。渔夫的，你是渔夫，你就会怎么样？去打鱼吧，是不是啦？还是开着你的渔船去跟中国的渔民换鱼，买鱼就好了？不是啊，你那真正渔夫，你就会去打鱼嘛。啊，你那农夫嘞，你得种田嘛。尤其是台湾的农夫，你知影？台湾的农夫若无种到什么货，就感觉自己不是农夫，你知不？啊！你们都不晓得哦，这些天龙国人。哎，台湾的农夫如果没有种到什么，就不觉得自己是农夫，你知道吗？什么？第二啦，啊，稻米啦，啊，这跟有些人说哦，我如果没有吃到饭，就好像没吃饭，没有吃饱一样的道理。哦，哎，如果你是农夫，你就会栽种啊。那如果你是基督徒嘞？哥啊，这你若是基督徒，你会显现什么款的气质、
什么款的行为，什么款的责任。真侪基督徒敢是干那来一礼拜一届的主日礼拜，敢是安尼单尔？唔是，真侪基督徒是要家己的性命，和上帝所赏赐迄个圣神来甲你转换，甲你改变。各位兄弟，我讲啊，这大声，唔是我已经做掉，是我安怎吼？这是我要搁在打拼，要搁在认真要去改变的所在。我的脾气做歹，来五当了脾气嘛，要搁做歹，有较好啦。好啦，做歹啦。这就是圣神伫我生命中的改变，搁无明显。咱做伙来打拼，好不？耶和华上帝已经讲啊，伊讲伊要把伊的圣神要压落伫所有的人，无论你是甚物款的性别，无论你是甚物款的年岁，无论你是甚物款的阶级，无论你做甚物代志，上帝已经有这款的应允啊！你嘛确定，你们确定一定会有上帝的灵跟你们在一起。这样的话，各位兄弟，我们的生命要做出什么样的转化跟改变啊？我相信每一个人要面对、要去对付的，绝对无同款。我唔知你爱做啥物改变，啊，不过我相信你家己做清楚，是不是？我相信你过不去的是啥物代志，你家己知影。你家己知影，你生命里面上过不去、上无法度去面对的是啥物货，我知影。我相信你家己知影，你嘛免甲别人讲。你伫圣神的内面，各位兄弟，咱做伙来打拼，来转换，这是上帝应允，咱来牵条，咱做伙来努力，同心来祈祷。阿爸，别忘感谢，我是你所选调的，才会村的人，我是坚信你，你的百姓，你的家里。阿爸别因为我还搁活在这个世间，还搁活在这个世界，我深深受这个世界影响，我大大和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来影响，所以我常常还搁过着跟这个世界一致的生活。啊，不过爸爸，我知你的信心已经在我的生命中间，已经在我正人的中间，帮助我真正欢喜来改变、来转化，对我自己开始一点一滴的转化，要到一天，当我站在你面头前的时阵，我无见笑，嘛无通嫌。虽然困难，不过有你的同在，我就好大向前来迈进。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